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，今天来为各位介绍 Dyson 新出的手持吸尘器，它的名字叫 Dyson V8 Slim。它这一次啊，跟之前的 Dyson V8 可以说是轻量版的改版。那它主要的改变啊，除了变轻变小之外，最主要的改变就是在于这个吸头。这个吸头是重新设计的，它变得更小更轻，但是它的吸力完全不变。大家可以看它的侧面，软质吸头。它的吸力啊，跟之前是一模一样，重量变得更轻。然后再来是它的延长管，主要的色系是红色，上面同样写着 Dyson V8 Slim。那管径变得更细，那长度大概缩减了6公分。然后集成盒这边的大小也稍微缩减了一点，但是电池的续航力完全不变。再来第二个改变就是它多了这一个 LED 发光吸头，它多了这个 LED 发光吸头啊。当你在打扫一些桌子底下或者是墙角，你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。那因为它发射的光线啊，整个灯条非常的均匀，然后再加上整体的重量变轻了变小了，所以你在打扫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灵活。最后我们讲到价格，这一次的 Dyson V8 Slim 它同样配备6组吸头，包含床垫吸头啦、桌面吸头、2合1吸头，还有刚刚介绍的这个轻量化的软质吸头以及 LED 发光缝隙吸头。那这样一整组，6组吸头包含壁挂架，售价大概约是16900，相对的就更划算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云爸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